的时候扮演八号位的那么一个。阵容的情况，马来西亚队首发的门将呢是，啊，这一下斜向的带球被马尔森，啊，身后球，是不同的这个尝试，各个位置上哪个队员可以胜任？董汉文。传起来，头球，好球啊！再来，哦，门前两连击，先是六码线，对，这个20号和14号看着好像都是恩德里克，左脚，比较传中的机会，看着越嫩。可能有些队员有防守能力，可能进攻能力就要弱一些。林良铭也是26岁的球员了，成名很早，但直到最近这两个赛季才真正算打出了一些成绩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防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4-4-2的战略。好球啊！这球没有停下来，好球，漂亮，机会趟进去了，还有，啊，这样背身拿，很习惯这种节奏。这前面就那条线，对对。好，林良铭拿球转身，可以继续持球，对手的，哎，这球犯规了，这个球明显。这是陈俊，好球，机会，看看有没有第二。好了，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，漂亮，传进去。对，要强硬。我要有。好的，谢鹏飞中间一过渡，中国队又有机会，机会趟进去。哎，在两个人的裹挟之下呢，啊，整场整个一场比赛，马子铭前插机会啊，线路想错了，好球，哎，犯规，或向前插的这种跑动，这个球，帅这个球呢，虽然传起来了，但是近距离你靠一礼拜的时间确实很难达到。他去前插，对，